家人们谁懂啊，去买了一只烤鸭，这女的全程做假动作，把鸭肉往自己桶里扔。当时就是去他那儿买烤鸭，一开始他就片鸭腿上的肉，然后他就切掉两坨肉下去，正好这个视频就拍到了，但是当时我没有注意到，回来准备删视频的时候才看到上面他也做了手脚，把那个鸭腿给扔掉了。就是他的速度很快，其实就是想发个视频警醒一下大家，有很多像这种老熟手做假动作的，我觉得还是挺黑心挺过分的。